我的名字叫丹松，我从西藏大学，藏文系翻译，翻译专业毕业。我是中立新村，下派村支书。97年的时候，叫我参加那个这培训，那有主要是看看自我能力有没有能力管理这一方面加强一点。我学的是藏汉翻译专业嘛。那你再加上我本地人的话，交流那些方面的都比较容易一点嘛。中立新村有110户，596人，主要是以抓党建方面，再加上什么老百姓那些，那个主要是以劳务输出方面，我们能不能帮助他们更好的那个跟别的那些协商方面的话开始，然后的话。有时候老百姓中间有什么矛盾的话，我们几个能不能协调作用那种？还有的话，那些有什么饮水工程这种的话，有什么老百姓有什么困难，我们帮助他们解决一下。刚刚我毕业的时候，这儿的话来过好几次，这儿原先都是土房嘛。安居工程这是有政府还有那个中立集团援建的嘛，也就是。每户的话投资是45000，然后的话自己再加上自己努力建成的那些。每年的话，从07年开始，每年挺多的吧，好像是十几个那种，反正每年下来的人挺多的，好像有些人也干的工作的比较好吧。那你们的待遇怎么样？待遇是不错，怎么样？